哦，好的，现在玩的游戏是《四海兄弟三》，然后继续玩啊。哦，然后我看那个奖杯，有发现一件事，就是它有一个奖杯要两轮才拿得完。选的，合作选的有差，如果平均分配的话是一个奖杯，然后通通地盘都给一个人的话，又一个奖杯这样，所以我要玩两轮吧。突然觉得有点懒惰欸。好吧，不管了。我上次应该在那边拿这些奇怪的东西跟放监听吧。这个接线的会不会要这种全部都拿完才能接线？哎，这样讲对吗？哇，不管了，反正就到时候再看看了。要两轮的话，我是不是第一轮随便玩一玩，先把那个奖杯拿起来，第二轮再认真捡东西这样。第二轮不知道有没有继承东西，还是要全部重新开始这样。不管了，我先全破一次再说。说不定到时候用来奖杯会三轮啊，也有可能玩到一半就放弃先玩别的，我觉得蛮麻烦的啊。不知道第二轮继承哪些东西啊，还是完全没继承是啊？如果是全部继承的话，就觉得可能还会玩一下。啊，全部重来，我就再看看。全部头发有点累啊。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事吧，就是那个任务重置，然后其他都继承了。那边有一个接线者，我要去哪？说好不收集的，结果又去想去拿一件，不管了，不拿了。电线杆直接没撞。我现在接一个接线的，居然要三个，是有点麻烦啊。只是那个地方比较特别，都要三个这样，其他都只需要一个。到了欸，可是我要怎么进去？我不好停这边，结果有个障碍物在那里。进去应该就是敌人吧？是。杀死。欸，为什么刚来就有人倒地上了？这里到底怎么了？先捡个天线的。为什么刚才就有人倒地上啊？哦，好多人哦。对啊，我一来就有人倒地上啊。这样这掩体行不行？现在身上你没有钱啊，随便啊，真是算了，哈哈。哎，被发现！谁看到我了？有人看到我了。谁啊？哦，下面有个人。我拿着枪哎，他不理我。This is what happens if you. 怎么那么蠢？我觉得我这个位置不好。喂！被那个钢板挡住。暴力击打，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很差哎，害我防弹衣都要掉光了。前面钢板都可能好一点。
Lucky go. He ain't here. Keep looking. 他冲过来了。欸，他们就这样不管了哦。哦，正前方有一个人。这样有瞄到啊，我要身体好了。容易被右边的人偷袭。那钢板会不会被打爆之类的？丢个手榴弹，冲过来！大家要冲过来！我被打了，欸，他冲出来！哈哈，不公平啊！我有三个人，啊，那你就死了！欸，这个打手有点弱。不是我在讲，一枪就死了。太远了，我瞄不到，要自己瞄。好，剩一个人，在哪里啊？这边被钢板挡到，换这个。哎，跑了，好聪明的敌人。太远了，要自己瞄。哦，搞定，收工。捡东西，应该没有敌人了吧？还是我走一走，突然又冒出一个敌人。百块。黄色三角形是不是可以破坏？欸，boss 倒哪边？是这个吗？忘记 boss 是哪一个？我可以用拳头打爆，他拿着一根撬棍在打。咦，那你是躲在哪边打死那个 boss？啊，算了，不管，反正顶多就一些子弹嘛，不会有太好的东西。这么认真的敲只有500。咦，还有一个在上面吗？那可能在车厢里面吧。真的在车厢里面啊，感觉像是汽车零件。把人家维修用的零件全部敲爆这样。500美，哇，还是蛮贵的，一万多块，15000块左右。这是监听的是。现在零件数应该不够，不能装吗？不行，要三个，保险丝不足。附近有没有三个保险丝啊？接线的，也不行，装不了。绿色的才是那个，欸，这也不是绿色的，啊，奇怪，接线的。那要什么颜色才是可以捡的啊？我之前好像也有装过接线盒，看一下有没有。哦，不，这是这一小块的。好，那我先不管了啊。我按到要投资东西，我只是想按一个跑步啊。一把入侵。我只是想按个跑步。从哪里进来的啊？这个设计的让人容易迷路，把出入口都挡住了这样。噔，哦，下一个。
后面的任务不会都这样打打杀杀了吧？那其实有点单调。不是这个黄色的，好像也不是这个，会是这个吗？哎，到桃园路上都是人啊，不转了，就叫我不要转，然后就有新的路，对不对？没错，还是要转，下一个路口回转呢。哪里还可以抽一件防弹衣？跟那个标示到底有什么？哦，接线。那蓝色是警车啊，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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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为什么停了？哦。正常开车应该不会那么气吧？我有那个保险丝会拿，拿一下好了，拿一下，爬进去可以吗？哦，可以。保险丝，保险丝不会直接花钱买啊？花钱太贵的话，我又不会买。啊！结果最后还是觉得用捡的算了。这边好多哦。都多着啦。要怎么进去？天哪，这怎么拿？总被骗的感觉，就在后面吧。Go go go！ 过去哪里？这个可能要爬上去，是不是？太矮了，爬不上去。咦，还是会在那个上面的路，会吗？那总不可能是一个拿不到的吧？还是就在前面而已，没看到。会那么扯？扯铃的扯有没有？行，好吧，这个放弃，浪费我三分钟在那边找这个。他应该不可能设计成要每个都捡才能全开吧？这样太缺德了，你要走还是让我先过？然后我把你挡住，不好意思，这有警察哎，我觉得上次就好找多了嘛，对不对？然后再去拿个医疗包啊，没有警察。可以进去拿，欸，如果医疗包是满的，里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嗯，来这里，嗯，还有一个绿色的，欸，特殊医疗包，有没有被赶出去？真难得，嗯。那绿色是什么？不会是钱吧？真高兴看到你，先生，是来偷东西的。哎，这样讲话不太对。保险丝哎，所以我还是要进去啊。有个警察在看我，这能进去吗？找个地方坐一下。哎，坐一下，干嘛那么诡异？侦测一下。诶，在后面
I really am. 那边最近吗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Oh, sorry. 走了。没有拿钱，应该不会报警。我只是来帮你清垃圾的，好险是一个这样。快到了，为什么门坏掉了？这部车为什么门开开的？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又好了。这是我上车不关门吗？还是怎样？是的，拿太多了，怎么办？进不去，这边应该是后门。被警察看到了，也没怎样。啊，这是非法入侵哦。所以这个人可以打死的。啊？哦。先停。这种小格我都按得到，真是太神奇了。后三个零件。Try to warn you. 很恐怖。Junior may be a paranoid junkie, but he's still your goddamn boss. 零件好像到处都有，可是扣三个也太多一点。这边绿色的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保险丝，花花公子。第二轮再收集好了。然后等等又突然跑去捡保险丝这样。Not to see. 哎。谁在打我？我被开枪了。嗯？有人开了枪。看到人啊？里面一堆人，我在那边破门。还是直接踹门比较快，开了。Rest in peace. Quit daydreaming and find that cunt. You creeping around back here.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过来，就只是 the fuck? Get him. 在那边呛下呛两下。Got him dead. 哎呀，哦，好了。Got him.下面有巡逻的啦，哇！哎，我的防弹衣没了，多了呢，怕。人家看到我了，真不行。哇，拿他的枪，好凶狠！哈哈，枪打他的头，还可以这样。他们都不走过来，这都在找掩护。这样我要冲过去吗 ？What the hell did he get? Quit daydreaming and find that cunt. 有警车，会停在这边吗？停在这边就不好玩了。等等，他进来了。Quit daydreaming and find that cunt. Let's shoot some. We gotta kill. Got him. Over here.啊！只有暴力击倒。哇、哦，这个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等不到嘞，等不到嘞。打到了，痛！他穿越酒桶啊！哦，有这么难按吗？
要穿越酒桶了，剩一个，应该是剩一个吧，现在还剩很多个，真的酒桶超多，还有一台车。I ain't giving up that easy。没看到我，绝杀！这招叫什么？哦，没敌人了，那我要干嘛？红色的车开始到处拆东西，这样吗？哦，哇哇哇，一万！哇，他藏好多钱哦，一万块，超赚！然后等等忘了存钱就死掉这样。咦，这样是过了吗？觉得还有很多酒桶可以破坏，半空装哎，怎么破坏？就这样破坏啊？这么奇怪，半空装，怎么下去？半空中的破坏，上上去吗？上，欸，上不去啊，这怎么破坏？要，这游戏没跳啊，还是有跳啊？一路爬上去这样吗？并没有，还是我要开枪打。试试看丢拔蜡好了，丢还回来，算了算了算了，need help getting away from the pigs and Tickfall. You got it. 那30秒可以跑出去对不对？好啊，我怎么离开这边啊？游泳哦，不死，危险危险，只好趁现在去拿花花公子的，是在上面吗？但我不应该跳下来，差点刚才摔死的话就喷一千多块这样。我只不过丢个手榴弹，那个警察就发现了，有一个闪光，没事。我只不过丢一颗拔蜡而已，你们就发现了，会不会太厉害？丢一个 playboy。咦，然后嘞，我还有哪里会破坏吗？这没了，还是要进回去把那个货物炸掉。你又怎么过来的？我又迷路了，你知道吗？咦，现在在哪边？好像是这栋房子。然后警方不调查了，但我刚才跑那么远干什么？不能丢吧，会倒弹。我用小枪打打看。哦，小枪就可以了，在那边。天呢？你这个还要打到要害是不是？很炸不掉。皮亚斯盒不是哦，每盒零件都不一样，这看起来像拉霸机。有一千多块，我要去哪里扣？那
先出去存钱，这里出去，我自己把门封死了。喂，哎，哎，还有电动门，先存钱。I'm in Tickfall. Send someone for this extra cash. Hold your horses, I'll get it done.Keep this safe. 10,000. 10,000. 没差了。哎，啊，子弹呢？ I'm in tick four. Just about out of everything. Going at you. Hang tight. Door. What? Anything you want here? 一定要重破车厢啊。Let me see what you got. I'll be. This is done. 你看，明明在前面开车，为什么？啊，忘记要讲什么了，随便来。啊，2000多块。这打掉应该就解掉了吧。哎，欸，为什么转换画面？夸张，可以这样转画面的，真是不要下去了。一片乌漆嘛黑的，能进去吗？要找路口，然后我的血又不是满的，游泳过去，哇，应该有路啊，为什么不行？然后围墙危险。应该有的地方可以上去吧。I just need a little sunshine. Calms my nerves. No, it doesn't. Slows it down. You pull a sucker, you drink coffee. 差1000多块。哎，我被看到了。被打死就变水上浮尸了。哎，这也不要枪法那么准吗？哎，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哦，在水上不能拿枪，哦，好麻烦哦，我不然要打死算了，红海会比较快。反正已经看清楚敌人在哪边了，要把他打死我吧，我想重来。打死我吧！Somebody here! Run, Ryan, run! I
看我有几个敌人发现了，这边可以上去。我一张枪。有医疗箱，老公赶快去捡。他们冲进来，哦，死了！好了，这敌人好多、哦。公平啊，那么多敌人。37块，哇哇，刚刚开很远，对不对？哎，他还不是有防弹衣？哎，我的那个医疗箱没有补哦，啊，还是要自己花钱买，一个好像600。医疗箱没有帮补，我知道不要按了，直接让他打死。我以为他道具会回复我，结果并没有。那出去超麻烦。医疗包，捡医疗包。有吗？记得好像还有看到一个，是我想太多了。那个肾上腺素不是医疗包？咦，你在哪边？我现在走的是相反的方向。肾上腺素，哇，两个应该够用了。虽然我刚才好像用了3个。被打死这样，在那边哦，好远啊！破坏工厂。如果我前面任务杀的干净一点，会不会这个就不用急了？有点远啊，要过桥。又切我画面了，但是有比较帅，好啦，是有点比较帅。我这里可以进吗？应该白天来的，哎，进不去，被骗了。总该有个路口吧。家都不用路口了啦。3 days. Feel like 3 days. 还不走过来哦？那里面有两个人在聊天。Feel like I'm about to kill. 然后冲过去直接杀嘛。然后我好像被蚊子叮了。哟，Show yourself.投降不杀，不还是照杀。有包哎、欸，想捡。这样会不会引到一堆人？
喂，好，继续耶。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暂停到啊？没暂停到我就死掉了。欸，那个敌人呢？暴力击杀。这边有一个，不用拿散弹枪的都还好。那散弹枪不知道为什么超痛啊，那个痛的超不科学。砰一下大概一条血哦，小手枪就好一点。好，我都没有被打到，不科学。Boss 在哪边？那边。That cat must have took off. 大家都会躲，我也要躲一下。开枪会不会就引到其他人注意啊？没看到有那个视线表示，应该就没引到。我不会把货物炸一炸就过了，在那边打 boss。高压电危险，敌人开枪就爆了这样。哎呀，跑去了！哦，果然有掩体，好多了。还没死哦。对。国外掩体方面安全超多，但是怎么有人在打枪？没死，一枪打不死哦。这把枪可能比原本的还要烂吗？还是敌人也升级了？啊，不行，打不到，是要进去房子里面。我又一个医疗包，这里医疗包好多。上面，哎，我医疗包应该已经满了。boss 下来。啊！不要，我的视角。屌！哇，直接爆头哎！哎，哎，哎，这样不就不能？招募他了，往这回变城市哎，可是其实没差，哇，闪人呢，走了，大家可以回家了，出口在哪边啊？破坏空投，破坏空投应该没有钱吧，随便了。大家可以回家了。我脚背应该被蚊子叮很大一个包。超大包。这蚊子怎么那么毒啊？车嘞？我忘记我停在哪里了。在前面。哦，前面那台白色的。Go！ 后面还有一串的那个敌人都没杀，不管了，我回去去交任务。那这样挡我的路呢？你看为什么后面两个排气管？我现在才发现，这台车两个排气管。现在是不是很少两个排气管的车啊？哇，好惨的灯。在游戏里面。管了，闯红灯。
哦，撞一下车。我一直在看小地图啊，没有在看车。所以说开车不能看导航，这样啊，要注意前方来车。原来是这样啊。对呀、啊。不过开进去比较快，等等也是要走出来。哦，这个蚊子的包，超级无敌痒。还要开锁哦，没有。哦，还要开锁。Good。哦，确认。You somehow managed to piss off both the communists and the gangsters. Word is Bob's Holland is seriously fucked thanks to you. Best way to make a crook squirm is to hurt his money. Huh. Yeah. Bob's to get his ass back to the freight yard. Bob's isn't going anywhere until you're dealt with. I understand he's a hard motherfucker. He's a survivor. Thanks for looking out, Pablo. But I dealt with a lot worse than Pops. Go get that commie-loving piece of shit, Holland. 喂，跟什么对峙？好，这区的 boss 出现了。嗯，我先去把那个 play boy 捡起来吧。欸，不能飙，干嘛这样？不能飙。为什么不能标示？捡血，这好像没奖杯，我真的要捡吗？那捡的也没有加什么，加属性什么的。攻击力上升，可以跑的距离增加。和速度变快都没有，好想爱出去耶。这边，咦，是这边吗？我又迷路了。哦，我看到我的车，车，这个是保险丝，我要捡啊，那就算了。然后这个蓝色又是一本 playbook， 顺路捡一下。但是捡的这个好像没什么用，保险丝捡的可能都还有用一点。没进去啊。进去根本很难出去耶，在那边倒车，也要翻墙。还要开门。不能直接随便失败三次，然后踹破啦！哦，这样快多了，也看不到。还要上二楼吗？不会吧？但是他直接就在门外面而已。在二楼，这是楼梯，太黑了吧？这边，看来刚进来的时候跟没有灯一样。对吗？我在那边，想跳下去看看、欸。哇，完全没事，所以人物可以从二楼跳下去。捡一下，这个好像蛮近的，结果其实超远。哎、欸，好像不是很好捡，好捡吗？进入民宅，还好。不过进房子的时候都故意设计画面变黑的，
是故意的啊。因为眼睛要适应一下，然后才变亮的，是这样吗？还是其实根本不是？进门会有一段时间呈现瞎眼状态。医疗包莫名其妙又满了。超烂的刀车技术。啊，要来这边。我这次我觉得我先平均分配地盘。不知道其实分给哪个比较好，这样先平均啊，下一轮再看看。咦，这我都来过啊，是不是重复的地方？欸，同样几个地方持续使，欸，连续使用呢？跟 PC 重试一下，地形完全一样。记得上次从这边翻进去啊。我要存钱400块算了。上次这样翻进去的，他没看到，好蠢哦。好了，这边有一个人，这样开枪会怎样啊？The fellow say you should maybe leave。要试试看从这边开枪，然后引来一堆敌人。旁边的工人应该不会报警吧？你看到目击者？哦，有子弹啊！等等。先补个子弹。补子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I'm in Tickfall, just about out of everything. Be out directly. 既然补了，就顺便存一下钱了。Send someone for this extra cash. 没什么钱。要400块。我去，你把车门都 A 掉了是怎样？你这样赔惨了。就卖个子弹，后面车被 A 掉，超亏。Booming around here, huh? What good thing with another baby on the way? 欸，他有反应呢，他没反应。欸，所以我没有拿枪，他不理我。看到我拿枪，马上发现。还是哨兵欸，路口挑一个路口，一定要从这边进吗？喽，欸，装那个监听装置吗？有吧，有啊，我装啊。为什么不显示敌人在哪边？哨兵，蛋。咦，那哨兵居然……哦，换人。欸，很扯。那刚才那边开枪没有发现，然后突然之间发现，grabbing some cover， 哎呀，我操！差点被挂掉，这样死了没？没死，还有两枪欸。
是医疗包。先来一个，不行，太远了，我瞄不到。或者说自动瞄不到，你要怎么站在那么奇怪的地方啊？打不到哎、欸，那浮在半空中哎、欸，超扯！可以不要这样吗？Out of my way！ 你打我！没有人啊，为什么受伤了？一个问号，哦，脚好痒。哎、欸，是又一只蚊子叮我啊！我先处理一下蚊子。好吧，没杀到，这蚊子太卑鄙了，我看又被顶一下。觉得我再来补充一下弹药啊，这门怎么会开啊？我想开门嘞、欸，这门为什么没有设计开关？这里也爬不出去。不科学啊，应该设计一个开关可以把这门打开吧？没有哎、欸，要补子弹要到好远了、啊。哦，被发现了，真好。这敌人会复活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好像有人复活了。我先补个子弹跟。I'm in tick four, just about out of everything. I'll head your way now. 弹防弹衣、弹药包啊，都买一买啊。You spot anything you can use? Show me what you got. Yes. 弹防弹衣要买。汽油弹不是这个，补给哦，哇，600，好，慢慢买，哇，3000，好，3000就算了，3000我都可以叫一坨人进来帮我了。Hey, bro. Hey. You okay? Fuck. 了，在那根柱子上不能爬。You know why the monkey fell off? Watch it, you coon. Watch it. 你这边不能贴着吗？为什么不能贴墙壁？欸，不让我贴墙欸，为什么？哨兵。不会报警吧 ？Oh my God! Get out of here! Get out of here! 啊！哎，直接打死！可以，然后再打这个。Maybe I should look over there. 哎。Let's hit these. 自杀小队3000。You got it. We'll be around shortly. 跟防弹衣一样价钱。别动啊！哦 ，Get on down now！ 在哪里？算了 ，Warm him up！ I'm empty！ 不火，丢汽油弹。哎，我叫了、
分三千。哎、欸，我刚才不是没按吗？ Hit him from the other side. Say goodnight to the asshole. Think I smell pussy over there?哇，我三千块没了，然后他们只是在那边摆 pose。我会指挥他们跟着我走啊，不行。哎、欸，就合作愉快就没了、哦，好扯哦。可以不要这样吗？就一句合作愉快，我的钱就没了。可以不要这样吗？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一句合作愉快，三千块就消失了。距离太远，他们就不会跟了。坑啊！坑货！如何轻轻松松坑掉三千块？那还有人啊？他们那个援军还不能在这里面叫，你这里真的好眼熟啊！被发现了。We all get a piece of them, but I'm first. 到底会从哪里出来？好忙哦，这个人。Nobody seen him. Shit. Can you kill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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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he's over there. 我不累了。不会被看到啊！是现在拿了这把，哎，我这把是从这边拿的啊。防弹背心，还有一个医疗包哎。那个医疗包哦，不用开锁，满的。啊，对，我买了1800，天哪，好贵哦！现在才发现1800好贵啊。boss 在哪边？在那边，下面还有一个人，瞄到啊！掉算了，那怎么下去？天哪、啊，我点下去，应该有路吧？跳下去，开玩笑的，我那边。还有人吗？然后这个绿色是什么？想捡一下。诶，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标个绿色，然后没东西？上面是医疗包，我拿了吧。诶，这个绿色是三小。医疗箱，哦，对对，我不能拿啊。拿过都买了三个1800，然后就忘记那个不能拿了。
然后还要爬上去哦，这样怎么上？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出个声好吗？看来应该没有人活着，这样报警。哇，两个，所以 boss 还有小兵在旁边。Hope I'm not out of line here, pops. But we shouldn't be working with those communist fucks. 打小兵。Gummy pin. He's here. Fucking handle it. 报仇死了吗 ？Shit, shit, shit. 死了。哦。钱什么钱？等一下，等一下再找你，我捡个钱。好吧，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有叫敌人等一下。招募好了。Work for me, and I'll let you keep doing what you're doing. Okay, fine. I'll work with you. Real happy to hear that, Pops.合伙人进城。哦，上次是用这个，这次用哪个？弹药量增加，收取回扣。这轮我打算平均分配。Can you spare some of your crew to hold Tick Four? Okay, my boys are gonna come over and make sure it's all nice and locked down. But I ain't doing it as a favor. I expect you to look out for me. Remember, we're supposed to take down Marcano together. Marcano. Wow, 后面还有多少剧情？我来接收了。你们派给我那三个小兵真的很烂，这个时候抱怨一下，为什么在门口就卡住进不来 ？The investigation was a mess from the very start. The locals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keep us out of it, but that wasn't the worst of it. Someone actually broke into our offices and not only stole all of our files, but they also took most of our surveillance equipment.拿走监视设备。你好，我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啊？杀死法兰克·帕卡尼，强攻，强攻。所以现在还不能杀这个人。然后我的医疗箱可以多拿一个。Lincoln, good to see you, sir. Can't believe the equipment got around. 要不要先存个钱来？哎。干嘛这样？这个路线最好是能够穿越那个房子开出来。哎，这个记得路线啊，太诡异了。哎，这个是要干嘛？通常那文件面好远啊。先存钱吧，4500块。但有没有赚啊？好像没有哎、欸，赔300块，因为我按了一个3000块的小队，然后买了三个肾脏限速，好亏的啦，赔300块。如果没有叫那个小队，还是赚的。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小队，不然这边喊喊话，然后就跑掉这样。又要后车厢啊 ！I got a hit from the device you put on Frank Pagani's car, which means he's back in town. Bet he's pretty excited to make your acquaintance. I bet he is. Signal's clean, so you can take it from here.Just use the tracker I gave you. Catch you later.
那要强攻哦。为什么都变橘色的？我找到他的车。我靠！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懂哎。就在这边找到他的车。嗯？那我要跟在他后面开吗？之类的。他也不动啊，你不动，我不动。那边乱开找不到他的车吗？嗯？还是我要上去那台奇怪的车？要上去吗？他开走了，那怎么办？开走了，我是要跟车还是干嘛？然后这个红色区域不知道干嘛，完全不知道干嘛，跟着开就对了，这是一个跟车任务。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妨碍我跟车。好吧。为什么不要让我直接上车就好？在那边跟车，我想 A 上去啊！紧急刹车，后面还有跟一台，没有，后面没车。干嘛这样？好，保持行车距离。这故事告诉我们，跟车要保持行车距离，不然前面刹车就跌上去了。然后我开车又超不专心的，在看小地图，在看导航，对不对？会被我撞凹了。我还停红绿灯。那我这台的刹车灯是坏的，咦，那个红色的不是刹车灯哦，白色的才是哎，为什么刹车灯不是做红色的？哇，不懂，记得刹车灯不是都红的，是红的也没错哎，这突然比较亮，为什么刚好看到白色？它是倒车灯是不是？因为他只在开太慢了，我是倒车灯，我倒车，驾驶，靠靠前面这台在干嘛？怎么一直在那边倒车前进？我想按喇叭，不知道怎么按。按板喇叭。哈哈，又飞上去了。人家安全距离都保持好好的，就我贴这么紧，这样就出事了。我真的要跟车吗？总觉得他其实是有标要我去哪里。是不是这边啊？来，复仇！Oh no！ 发现不能跟了，遇上复仇事件，快逃啊！啊！我要杀死杀手，他才不会跟啊！他手逃跑了，不是我逃跑啊！哎呀，那个码头的车又不见了！啊，干嘛这样？所以我要等那台开过来吗？算了，虽然不记得位置，但是
随便跑一下应该找得到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要一直跟在那台车后面，他才会跟你讲在哪边？然后我现在连那台车在哪里都不知道。记得好像在这附近啊。好，就这样吧，不便乱找。这范围好像越来越小了，但不是我的错觉吧？不是我标的，双黄线倒车，也没有，它只有一条黄线，不是双黄线了。这区域缩小了，它车到底会停在哪里啊？哦，喂喂喂喂喂！Oh, no. Working for my condo used to be a lifer gig. Looks like the place. Sure, they saw some action, but they always came out. What's your point, kid? Just feels like I missed out on the best times. Golden age. Don't fool yourself. Golden age still got a lot of folks dead, one way or another. Huh? 是不是不能被他们发现，然后要进去？这其实没查。暴力击打，闯入进去，结果那两个人还是要杀掉。哇，好痛哦！他跑了，他跑了啊！我的车嘞，为什么停得这么烂？你飞车飞得好好。他跑哪里去了？看不到他了。那哪里去啊？是开导航追比较好追。也没有导航哦。那台车已经快烂掉了。哇，好了，这应该不会扣钱吧？4000块。When Frank Pagani is... 好，这我知道没追到，不要跟我讲了。从检查点重新开始。那个超嘲讽的，任务失败都要出来废话一下。但会从哪里开始啊？追车吗？追车任务我觉得只能看运气啊，看他能不能自撞。上次也是这样，然后他追，上次他自撞啊，这次是不是因为我被发现了，所以他就跑掉了？别开枪了啊！他们发现了，然后我就回去我的车了嘛，不小心丢了一个拔蜡。是我被挡在门口啊，他又出不来。试试看好不好？门口堵住吗？超邪恶的，堵门口。然后那台车就被撞烂了。先存个钱好不好？你觉得好像钻得出去耶，这个
空蛮大的，我们再塞一台，是这样吗 ？I'm in tick four。洞还蛮大的，再塞一台。Send someone for this extra cash. Be there soon. 哎，我车嘞！车嘞！我车好像消失了。哎，他们会把车移掉、哦。啊！这我不开心。Take care of this. Okay, I'm good to go. Good timing. It didn't boot him. 哎，我车嘞，我车被移除了。啊！这怎么办？用跑的去追。哎，不能堵门口，车子会被移除。啊！干嘛这样？这样可以重来吗？重检查点。行，把他跑掉啊！可恶！哎，我明明塞一台车在那边，为什么不见了？好好的一台车，你为什么要把它移除掉 ？When Frank Pagani 啊，失败，失败。好好的一台车，为什么要把它移掉？挡在那边不是很好吗？一台车挡得好好的，就把它移除了，这样对吗？真的是哦，都不知道能不能在他开车之前把 KO， 先倒个车。那边都被移除了吧？这被移除了就也没办法，就被移除吧。先补个子弹跟存个钱好了。Be there soon. Got something I can hang on to? Oh, you see your车 A 档？为什么 A 是野人车？不懂。哎，那两个人呢？好像分开了。这个可以不用开枪，算了。这个一定要开枪吧？伸懒腰嘞。别人吹得像这样子。因为我一开门他就出啊，哎，不行，哦，不行啊，哦，车被移走了，太过分了啊，可以这样的吗？哪一台啊？我记得是敞篷车。哦，烦！哎，所以挡在他路上的通通不行，会不会移除？我的车嘞？不是，我看一下他逃跑路线，先去堵他了。好，用跑步了，所以我从这边开会不会比较快？往哪里去了？消失了。往这边，哎，我的车嘞，我不想换车。我逃到哪里去啊？逃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个是不是一把那个门打开我就上我的车？因为刚才好像不能把它从车上推下来。
哇，谁设计的任务啊？When Frank Pagani 失败。Yes. 这个还是剧情任务，一定要过。不知道有没有外乡人解法，超好解的那种。这真的太扯了。那检查点我的钱有存吗？还是我要存一次钱？Looks like the place. 我先已经存了。对，不能挡在他的路上就对了。这边应该 OK 了吧？靠后一点，不然等等又被判断挡在路上。啊！Working for Marcana used to be alive again.又把他好，这门是无敌的，确认无敌。只要一把这个锁打开，他就逃跑就对了。Just fucking die, stay behind me. Yeah, oh man. 别打我啊！我操！哎，我车又不见了，干嘛这样啊？好，随便开一台。够了哦，这台好像也不错啊。See if you still got skills, Frank. God damn, Sal, it's all his fucking doing. Got his head so far up his own ass, Mr. Gunny.什么？跟丢任务失败？为什么？这次连那个倒数都还没跑完就失败。Escaped every thinking. In time. 然后我还强迫被换车。哦。所以还要照那个路线跑，被前面拦截这样。这任务谁设计的啊？够烂。什么烂任务？为什么要设计这种飞车追逐？然后又条件很奇怪。Looks like the place. 我瞎欸，欸，我车还在。一定要停那么远吗？这游戏好不公平哦。那台车滚远一点。Working for Marcana used to be alive again. My dad. 这两个风炮炮被杀几次了 ？They always came out whole. 我车被移除啊，所以我只能随便，不是随便，只有这台可以挑。规定只能开这台就对了。See if you still got skills, friend. God damn, Sal, this all his fucking doing. Got his head so far up his own ass. 直接把人撵过去。You can't be talking like that by Mr. McConnell.所以车子它规定只能开这台，我知道了。停了吗？我要下车。下车，哎，我按到什么？下来。
旁边还有小喽啰。有一个拔蜡，难得我拔蜡这么准。I never did anything to you. Saw some interesting stuff back there. 所以一定要开那台车就对了。Only thing I can't figure out is a connection to Cuba. Please, I'm all busted up inside. I need a doctor. I got a wife and three little girls. Hey, you want a doctor? Then you better tell me something worth hearing. Listen, what you saw? Sal set all that up.None of the money was worth a shit, though. Had me bringing a man named Alvarez, counterfeiter who works for Castro. He give you the plates, too? Plates? I thought you knew, on account of the robbery. Robbery? Marcano wanted the plates from the Federal Reserve. How do I find Alvarez? How? Well, one of Tommy's guys picked him up. Was...10, 15 minutes before you showed up. Where are they taking him? Where? Huh? 挂了 My little girls. No. 剧情一定都这样设计吗？讲一半，然后就挂掉这样。I've spent the last 48 years pursuing Lincoln Clay because he's a criminal. It's horrible what happened to him, but you know something? I think that when Sammy Ellis and Danny Burke were killed, it revealed who Lincoln Clay really was. A monster.哦耶，终于过了、所以流程应该是抢那台车，坐上去把轮胎打爆。为什么完成是失败的音效？很可怕耶。There you are, lad.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where this shit goes. This is our first step toward breaking Marcano and taking over the city. I hear what y'all got to say, but I decide who gets the turf.And in the end, my decision is final. My boys got one of the rockets locked down. And part of our job there is to get the lay of the land, the feel for the folks who live there. Would be quite a shame to throw all that away. Jesus, shut the fuck up. My guys aren't down there boozing with the neighbors or igniting some kind of race war. They're making money. For you. That's all that matters. So forget all this hippie bullshit and let's get to work. When you finish listening to the Who's Got the Bigger Pecker contest,I'll be here ready to take over this part of the city. Hmm? 这个是什么？会议？诶，还可以转哦。You gotta see all the angles, Lincoln. You need to show me you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So far, I ain't seen sh- I gave you Richard Doucette.Now you get- What's the word, Lincoln? Don't leave me with blue balls here, boy. I get it. You gotta consider all your options. 弹药量增加。诶，为什么其他人扣钱啊？到底。So what's it gonna be, Chief? You and me, we have an understanding, right?平均分配啊。Gotta say, this action's perfect for Cassandra. We ain't your private army sitting around waiting to lock shit down when you need us. We got expectations. Expectations that you are sadly falling short of. Goddamn Chucky,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I held down that bit of action just like you asked. I'm not taking this kind of shit from you no more. All right. I'll make sure our people are coordinating things between the holler and here.We're done for now. You'll hear from me if I need you.
今天其实也差不多了。他存现在自动存档啊，存完了，我看一下奖杯，没问题，老大。是不是那个奖杯？等。Look, I gave you some names and I'm paying you to chase them down, so don't give me any of that bullshit. Yeah, okay, just get it done. 那个奖杯的那一个存到哪里去了？You all right? The night he, Sammy was so happy, happier than I ever seen him. That money was supposed to get him, get all of us out from under Marcano. Motherfucker! What the hell did Frank tell you? Marcano had us rob the reserve so he could get his hand on a set of money plates. Georgie must have grabbed him during the robbery. I should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We already had this conversation. None of this is your fault. Like hell it isn't. Sal is a cancer. A leech. He had always intended to fuck all of you. Christ, look what he did to Vito. He murdered your family. The only way to make that right is by killing every cocksucker who's ever looked at that piece of shit. Give me some of that bourbon. According to Pagani, Marcano couldn't print the money himself. So he had a Cuban counterfeiter named Alvarez brought in. What do we know about South Downs? Tommy Marcano isn't the kind of guy who shits where he eats. So his rackets are pretty low key. He runs a sports book and has a place where he stores his contraband. Tommy's got to know that I'm coming after Alvarez. So he's probably got him holed up in or near one of those places. One way or another, I'll get my hands on him. I'll be damned if I let Marcano print a single fucking dollar from one of those plates.弹药量增加，然后要存档了吗？百多块。好，看一下奖杯就收台。好，后面应该不用吧？只有0.4%。这人有拿过，你也要吃东西。啊，从窗户扔出去。他没有拿到，这就是主线的吗？必做之事，这堆隐藏，我不知道是不是主线的。没问题，老大，这个应该是主线的。解锁所有合伙，到这边应该都主线的吧？不是哎、好吧，好像很复杂。新老大赚取10,000元，这个我都还没拿到。落花呢？这个感觉也很难啊，为什么大家都解掉了？14.7，这个也超难。5次爆头，5秒内，还有鳄鱼。鳄鱼吃掉，拖警车，然后让警察追2分钟跑掉。这个应该改车之后比较容易。引发关系，这个这么后面，我先解掉了。找到命杀死啊，这个，哇，蛮好解的吧？今天就大概先开到这里啦，那就这样。失去原著，这还可以改哦。等我看一下再说。分配给副手，将会失去原著，所以还能改是不是啊？什么巨型赌博啊 ？A4，我头好晕哦！这游戏好像突然变得很复杂一样。I'm running low. Can you sense? Coming at you. Hang tight.
这两台哇、哦，直接冲撞，然后这台要追撞，哎，没有啊，这是停住了。就从这里了。哇，那今天开到这边先收台啦，我带。